男子组第一轮三队指名的选手夏普阳，请上台。瑞黄宏轩。三二一，请开牌。这里是郭哥，小小郭的是 Z， 这个是夏普阳，我的是黄宏轩，掌声鼓励鼓励。黄宏轩，蓝队。夏普阳，红队。对，黄队。因为浅姐是前三季的霸主，然后我在下面在思考，我匹不匹配霸主的选择。然后刚刚浅姐发衣服给我的时候，我很开心。内心有点颤抖。对，谢谢浅姐。好，来轮到我们黄队的 Zing。我好紧张。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到大的棒球迷，所以郭哥选我非常的开心，然后也谢谢郭哥认可我的实力，我会好好努力。然后因为是新的队伍，那我也会努力去突破一切，然后我会加油建立黄色的王朝。非常的有霸气的宣言。再来轮到的是我们红队的夏普阳。因为我自己就是小曹哥辅大的学弟然后其实小曹哥一直都是我的模范，我的榜样，我希望也能跟他一样在红队好好的努力，然后打下好的成绩，跟学长说小杰哥没有选错人。其实他从一开始的那个百米就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但我其实一开始都蛮担心他的伤势，手环跑啊，或者是那个躲避球，我觉得刚刚的躲避球让我稍微改观一下，我觉得他的组织能力还算蛮清楚的。我会选择夏普阳的原因是因为他整体的数据是好的，然后他的跑步跟他的跳远其实都还算不错。对，那最主要他可以比较全能一点，他的路上跟他的水上，他游泳成绩也是蛮好的，然后加上他提供他会的运动的项目也是蛮多的，所以他会是我心中的状元。我自己的黄宏轩，其实我自己有想过说，可能我内心想他们俩应该是不会选他作为状元，那这就是指名制有的时候要去考量到的事情。那其实黄宏轩如果按照我的比较过去的选法，就是我希望他各项数值都要在比较前面，但实际上他今天游泳我讲实在是比较普通，就是这一项比较普通。对，那我希望是不是也可以像比照我们小猪黄慕言这样子，可以把这个项目把它也推上去，让它变成更全能更实至名归我蓝队的状元。本季男子的那个最后的名额是就是郭顶，然后我们希望他可以谷底反弹，未来可以越来越往前。对，因为向来我们这个节目的锅底最后进到房间里的最后都有很好的表现，好不好？好，我们三二一把最后一轮给秀出来。三二一，很可爱。我们现在在最后一轮三个人都选择一样，是好，那就是运气了。好吧，他们加入的队伍是林志宇黄队，曾玉佳红队，吴子瑶蓝队。我会努力，然后跟上大家的脚步，然后成为后面。反正我会努力好好加油，然后我会期待跟黄队团体争冠，谢谢。好，随便拿的啦。逼啊！郭哥新加入了新血，郭哥新快点啦！因为他毕竟带领了三队嘛，三季的垫垫底嘛，我不是没有垫，只有两队，郭哥只有两队，没有垫。杰哥，好不好？运气取之于在你，我吗？对，你如果抽 B 起来，那我就是 A 啦。OK， 好。不要乱掉，七字不要乱掉，杰哥，相信你自己。刚好是翻。好，那我们就
就用我们的能力来继续训练我们的志宇，好不好？漂亮，就不用抽了吧，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就是。哎呦，运气真好 ，A 耶！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女子组选秀第一轮的三位选手。赖 King。林玉书。叶子玉。好，我们要收牌咯，看看是不是各自的状元还是本届的状元。来，三二一。五六啦 ，Lucky 啊，也是 Lucky。其实 Lucky 我已经知道你们两位想选，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叶子玉的几率，就算有的话，也是只会有一个跟我竞争，所以我觉得我要把机会给他，我就放在他身上。然后加上，其实他的各项的数据其实很平均哦，而且游泳又是很厉害。我这一季其实很注重游泳这个项目。Lucky， 我是觉得他说实在，他综合指数都不错，真的除了可能游泳稍微差了一点，就跟他其他项目比起来。但他在躲避球的时候那个很猛哎，那个左手杀出去。那当然很可惜，他今天的攻击因为还不那么熟悉，所以但他每一球出去感觉有一点像小巴，有一点像宇宙。有点像芝芝，对，感觉他的那个球类应该会是不错的。对，我也是这样子看，就是他的攻击热力应该是算女生里面算不错的。对，所以当然如果有可以在第一轮可以选到他的话是最好的。接着也为大家揭晓他们加入的队伍是林玉书黄队。蓝队，好了好了，学姐，让你抽了 ，A 跟 B，A 跟 B 啦，你抽吧，我抽啊，你再翻牌，翻大力一点，耶，哈哈哈，那我就要直接。恭喜学姐哦，连两二，到宇宙云乱手吧。对，那我就是玉书啦。对，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 Lucky 没有选到的话，其实玉书也是在我的那个选秀名单。的确，对，所以第一轮其实选人就这样啦，你大概选了谁，你大概也拿不到他，大概是这样。OK。来，我最后一 round， 请开牌。难得黄队进来都没有什么福利。哎，好了，所以就是看这个了。一翻两电影，我先抽 A 出来。好，就让大家好，赶快把这个。你再抽 A， 我就给你拍拍手，真的。加小郭，解决我们的问题，快点。漂亮，这是 A 吗？对，就是因为他中文比较不好，所以很明显他觉得好。陈姐，我来吗？对呀，对。好了，加油啦！希望你可以抽一个好的，刚才都没有抽好。哇！抽一下，你坐下。哎，我来了！手机感冒了，没打哦。文宇飞加入的是红队，赵胖加入的是黄队，红队加入的是蓝队。全新运动会第四季红蓝黄队正式成军。